很像在妓院过了三年生不如死的日子啊，后来流落到海丰，遇到水姐姐，连想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，可是没想到夫人还是找到莲香了。我没有再找你，我没有再找你，不是我在找。此事既是宁府之事，宁府若是真对不起你，我将一力承担。你先随鬼白去后堂，各中勿缓，我与你一一说明。就是一条贱命，今日就还给夫人，也不必再求夫人。夫人当心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莲香。心这么狠，你的水兰霜是不是也有毒？我回去就把你店铺里的东西全都给扔了。不是这样的。咱们先离开这儿。我不走，我在京城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醒来之后什么记忆都没有了，这是真的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好。你刚刚说的那些事情，我真的什么记忆都没有了。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病症？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不信你问他，他都知道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我得了这种病，我没有骗大家。我夫人确实有此病症，但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道歉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王法做什么？你做的那些恶事，会因为你这句道歉而被化解吗？以前被你烫过、打过、烙过的人，会因为你这句道歉而原谅你吗？那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？我要你当众下跪，求我原谅。莲香，若非如此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大夫人不行。你是二品高民，你不能向一个月女下跪。夫人不可，这肯定要下跪啊！就该下跪，这就是太便宜了，怎么能这么便宜？伤害他。放心，不会亏待你的。聂桑榆，我要让你在这海方抬不起头来。我向你下跪。不能跪，夫人，不能跪，起来。莲香，若你真的觉得一跪能解你的仇恨，我来跪。侯爷，侯爷。我俩本是夫妻，理应由我来承担。我此事本就是我的错，应该由我来承担。聂桑榆犯的错，我不会逃避，无论是替你治伤还是给你赔偿，我都会做到。我替聂桑榆向你下跪，求你原谅他。林香。不能跪，你如果跪了，京城那边该怎么看？
你要怎么在那边抬起头来？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去承担。最怕是从未注定，烈火熄之风之凄美在眼停在眼睛。你出去，你别摔着。你不让我进去也行，反正我就在门口，我今天是不会走的。别以为你今天救了我，我们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。是骗了你，是我伤害了你，对不起，真的，对不起。就想陪着你，守着你，牢狱之苦我们一起承担。等以后，如果我们还有以后的话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，我都答应你。不管有没有以后吧。